乳癌病人接受治疗可能产生各种副作用，医界开始在手术前替患者进行先导性治疗，先打化疗或者先做标靶治疗，在开刀前啊疼痛治疗，如此有助于减少肿瘤体积、手术伤口与疼痛，提升治疗品质。肿瘤变小了，伤口也很小，大概4天左右我就去上班了。健康报你知，邀请乳癌团队共同帮助患者找回健康生活。大家好，欢迎收看健康报你知，我是台北慈济医院陈绍智。10月22日是世界乳癌日，在台湾乳癌已是女性罹患癌症的第一位，每年呢有新增上万名的病例，对健康的威胁可以说是非常的大。但是呢，我们的妇女朋友也不用太惊慌，因为目前医界啊对于乳癌的治疗不但治愈率大大的提高，而且呢在漫长的抗癌过程当中可以兼顾你的生活品质。到底我们的医疗团队是怎么做到的，在乳癌的治疗上有些什么新的观念跟发展，在我们今天节目中邀请到台北慈济医院的乳癌治疗团队的一些成员呢来跟大家分享。那其实大部分的癌症在治疗上呢手术都是最快最有效的一个治疗，当然乳癌也不例外。那重点是往往呢在手术要切除癌症的时候都有很多条件的限制，像大小啦，还有这些淋巴的侵犯的范围等等。那目前呢乳癌的这个进展到底是如何呢？我们首先请教一下这个张副院长，然后我们乳癌在手术的这个切除方面跟过去有些什么的不同。一般我们说早期乳癌了，以前都是采取先开刀，然后呢如果需要化疗的话再接着做化疗或者是标靶治疗。那也有一种方式呢，就是先化疗或标靶让这个肿瘤消下来以后再开刀。一般我们这个是采用在他原来就肿瘤很大就是开不干净的病人。可是这一种所谓先导性的化疗或标靶治疗呢，这个我们现在也采用在一些早期的乳癌的病人，比如说第一期第二期的病人，尤其是像人类表皮第二型生长因子所谓HER2 阳性的或者是三阴性的这一类的病人都适合这样子治疗的方式。这主要的理由有3点。第一个就是先做了先导性的一个治疗以后可以让肿瘤缩小，所以我们开刀的范围可以变得比较小。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可以因为肿瘤在病人的身上啊还没有开刀了，所以我们用了药物治疗以后可以知道这些药物对肿瘤的效果怎么样子。有的效果真的是非常好，甚至肿瘤会都不见了。那第三种就是我们发现这两种形态刚刚讲的HER2 阳性或者是三阴性的，这个如果是做这种先导性的治疗了还可以收到一些免疫方面的一个治疗的效果，它效果可能更好。那过去呢都是先手术再化疗，那现在可以倒过来先化疗再手术。那我们现场呢就有一个见证，周女士是不是跟大家分享一下你这个乳癌治疗的整个简单的流程。好，我在几年前就健康检查摄影的时候，乳房摄影有发现有一个就是小小的点，后来我就来医院追踪。那主治医师告诉我那个看起来应该是这个只是个纤瘤，我们定期追踪就可以了。可是我觉得我这几年可能也忽略了，没有固定回来追踪。在去年的5月我自己摸到了有个硬块，在左边有个硬块，然后我觉得就是有个鸵鸟心态，想说那个可能会自动消失，所以也没有很积极赶快来医院追踪。可是到了过了一两个月之后，我发现它是定点的不动，而且好像有点会痒，然后我就赶快回来医院给我的主治医师看，然后他又马上做了一些检查，看了仔细看了报告跟我说，你这个依照你的情况我们可以先做化疗加双标。然后几次下来自己每次摸都发现真的瘤越来越小了，甚至有时候我自己摸不到，然后医生就说那现在我们应该要把那个病灶开刀拿掉，我就听从医生的配合医生。
是，幸好也接受治疗哈。那是不是请张护跟我们说明一下他治疗前后的差别？对，这个是我们周女士她这个治疗前，这个是核磁共振啊，这个是躺着照了哈，她的病灶是在这个左边，大约有2.9公分，将近3公分左右的一个看起来就是一个不好的东西，后来证实它是一个这个我们说是第二期的乳癌。那在手术前，我们就是做了先导性的标靶，就是1+2线，然后再搭配化疗。那打了6个疗程以后呢，发现呢，它这个我们可以对照着看，左右边啊，这个左边的这个阴影啊就不见了，所以呢，这个治疗效果看起来是非常的好，淋巴线也不见了。那这是开完刀前的病理的一个切片，在治疗前就可以发现到很多这个一坨一坨的。这个有标出来的，这个通通是癌细胞。那可以看到这个细胞核都大大的，细胞不规则。那经过化疗还有1+2线的标靶以后呢，可以看到这个癌细胞通通不见了。这个白白的是脂肪的泡泡另外呢看到红红，这个都是一些纤维化的一个组织，也就是说癌细胞不见了。我们说是达到一个病理的一个完全的肿瘤细胞不见，叫做 PCR 这样的情形。这普通这种情形呢，这个预后都非常的好。是啊，谢谢张护哈。那手术呢，毕竟只是第一阶段哈，接下来还有很多的这个要让它修复的一个情形哦。那要修复，可能我们想到的就是复健哈。那请问一下邱医师哈，那我们现在在复健上面，在做法上啊，有没有什么新的一些的观念跟发展？那传统以前的照护呢，一般都是在手术后复健才介入，但是现在的观念是希望说，只要被诊断他们有罹患乳癌，需要接受手术，我们的复健就会在术前的时候就到病房去给予一些评估以及卫教。术前复健的介入呢，这个观念是在早期的1946年在英国医学杂志就被报道过了。那但是在癌症的个案呢，我们是在近几年才开始有这样的一个新的观念。那它的观念主要是希望在诊断有乳癌的时候，需要在手术治疗之前，我们的复健就先介入。那因为有一些患者他们的本身的体能就比较不是这么的理想，肩关节的活动也受限。那我们如果复健可以先介入，可以把他的体能改善，把他拉到最好的状态，这样在接受手术后，他们整体的体能才不会下降的这么多。那如果手术后可以持续的做复健，他的一些并发症可以减轻，那也可以加速他的复原的程度。原来啊，不仅仅是手术前可以化疗哈，那在复健也可以术前就做哈。那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因素是营养哈。那有一些的坊间都有一些说法哈，哎，这个癌症是不是因为营养太盛哦？当然有些乳癌的确也都比较胖哈。他就说，我们能不能借着这个饥饿的方法把这个癌细胞饿死？请问这个观念对吗？那如果是不对的话，那在营养上我们应该怎么照顾才是正确的？坊间有很多的讲法，那把用饥饿的方法把癌细胞饿死这件事情，其实我们比较不建议进行。那比较常规进行的建议的营养建议的模式是希望所有的病人都能够在均衡营养跟高热量高蛋白质的基础下去进行治疗。那均衡营养不外乎就是每一餐都要有饭有菜。那虽然听起来很八股，可是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这个是热量的基础。如果你没有摄取从饭从菜摄取足够的营养，只吃了一堆的蛋白质，那这边蛋白质就会被浪费掉了，因为它就没有办法去修复细胞，去建造血球。所以我们一定要适时的让吃进去的食物都能够均衡。那什么叫做高蛋白呢？如果是60公斤的一个女性的话，她所谓的高蛋白就每天希望她能够摄取每公斤体重1.2克的蛋白质。那这样算起来，她一天大概会需要7到8份的蛋白质。那如果用8份来算，我们刚好就把它分配到早餐、中餐、晚餐跟点心。那一份的蛋白质叫做什么呢？那这边我带来一些食物的模型，像这样2份的小型的5香豆干就叫做一份的蛋白质。那三角形的油豆腐2块也叫做一份的蛋白质。那其实最简单的就是一杯200cc 左右的豆浆，
跟一颗鸡蛋，也叫做一份的蛋白质。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些蛋白质均衡分配到每一餐里面去。不过要再次强调，每一餐里面一定都还要有饭，好，饭非常的重要，因为最近很流行减糖，大家就不吃饭了，哼，那这样的话就会把蛋白质给浪费掉了。那以上是营养师的建议，是均匀的营养很重要。那再来谈到手术，一定会想到这个疼痛的问题，请问一下钟医师，我们现在手术在疼痛的控制上有没有跟过去啊比较新的一个想法跟观念？其实不论哪种手术，尤其是像乳癌的手术，其实我们在从术前做好止痛，例如说神经阻断术就会对术后止痛有很大的帮助。那其实从一开始，从术前就开始做一连串多模式止痛的一些计划，其实可以让术后的疼痛降低，大概比没有做的话降低一半以上。以及因为比较不痛，病人其实止痛药的用量就会降低。那有些止痛药，例如像吗啡啊等等这样的药物，其实很多女性在术后在使用的时候很容易恶心呕吐，有不舒服的感觉。那透过我们这样子多模式的止痛神经阻断术，就可以达到降低药量，以及如果她整体很舒服，就可以提早开始做一些活动啊复健。是目前呢新发展的一个趋势哈。那它详细的情形到底是如何？我们透过一段影片来了解。外科手术能够治疗疾病，但术后疼痛的问题可能影响病人的情绪、恢复的状况与生活品质。如果疼痛的问题持续，可能会变成长期慢性疼痛。为了改善这个状况，医界将原本手术后使用鸦片类药物为主的止痛方式，发展为手术前就开始介入的多模式止痛。多模式止痛通常指的是以比较多种不同机转的以药物啊，然后或者是我们说神经阻断介入的方式来做处理。那甚至有些到了术后，除了我们讲的一些药物或介入性之外，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一些比较舒缓的放松方式，都其实是多模式止痛的一种方法。手术后的疼痛是多重因素导致，因此术后使用单一的药物，仍有三成的病人会出现极度疼痛的状况。透过多模式止痛，使用两种以上的止痛方式，能够有效地发挥止痛的功能。这样子的好处的是，透过不同的机转的介入方式，或是药物的机转的帮助的话，更可以全面性地把疼痛降低，降低它整体的剂量，副作用就不会太大。手术前先进行多模式介入性止痛，能够让患者面对疼痛不再只是辛苦忍耐，当疼痛降低时，可以尽早进行复健，恢复过往的生活。这个术前呢，就可以介入疼痛的控制哈，那这样呢，止痛的效果会更好哈。那请教一下张副哈，那是不是我们所有乳癌的病人都可以转介去做术前就做疼痛的控制？对，我们现在会对于一部分的病人呢，会在术前呢，转介给这个疼痛治疗。比方说，如果是他原先的肿瘤就是比较大，那侵犯的范围比较广，我们预计呢可能开刀的范围会比较广，甚至呢他有侵犯到神经，是那这一部分呢，我们都会事先来召会疼痛治疗。另外呢就是腋下淋巴，如果是我们预计要做广泛性的切除，这一部分呢容易会影响到神经啊，这一部分我们也会来术前呢。就是召会疼痛治疗科。那有少数的一些年轻的女性啊，疼痛比较敏感啊，或者是她可能要打算要做化疗啦、电疗这一方面，疼痛的部分有特别的这个怕会引起特别的疼痛的话，我们也会召会疼痛治疗科在术前。是。那即使呢术前呢有这个疼痛的这个介入控制哈，可是呢术后好像有些还是会痛哈，请教一下钟医师哈，有没有特别的原因？好，那如果发生这种情形，那你们疼痛科又是怎么样处理的？其实有一个名词叫做乳癌切除后的疼痛症候群，那它的表现方式是会是以比较像神经痛的状况法的这样子的表现。那它其实它是一个
急性疼痛之后变成慢性疼痛的一个发展啦、啊，跟它成因可能跟当下手术没有办法避免掉去伤害到神经，或者是虽然当下没有伤害到神经，可是后来在长这个疤痕组织形成的时候，有一些缠套到神经，所以它可能在术后的3到6个月之后就会有这样的症状，例如说有些火烧啦，像虫在爬啦，刀在刺的这样的感觉，那它的范围大概就会在胸壁这个地方，腋下到手臂内侧都是比较好发的部位。那因为这样疼痛的关系，也可能会造成它不敢动啦、肩膀不动、手臂不动，久了之后就会变成一个我们说是继发性的，像50肩的症状可能就会跑出来。那我们在疼痛科可以注意帮他帮术前，其实术后术前神经阻断跟术后，我们都可以使用像一些比较精准的，像超音波导引去做一些脊椎旁边神经节的阻断术。那其实它是会打在它的范围是在打在脊椎附近，透过这肌肉层打在脊椎附近的神经，或者是如果是比较胸壁前面的话，我们还有另外前面胸壁前面的也是透过肌肉层打在这附近神经的胸壁神经的阻断术，甚至后来在合并高频热凝的疗法都可以蛮有效的去做一些处置。是，那除了这个疼痛以外呢，这个术后哈，乳癌的术后有很多都会淋巴水肿哈，切的那一边哈，那现在有没有什么好方法可以来？对，这个淋巴水肿呢，的确是一个很困扰的一个问题哈，不容易处理跟治疗。那我们在最早期的时候呢，认为说淋巴呢，腋下淋巴都要做整个清除。那我们知道腋下淋巴呢，有表层、有中层、有深层。那这三层呢，如果全部都拿掉，很容易会淋巴水肿。那所以呢，后来我们就发现这样子整个拿掉呢，其实对疾病呢没有太大的帮忙。所以呢，我们后来就会做表层跟中层这样子的一个淋巴的一个清除。那这样子的清除以后呢，还是有2%到3%的病人会。还是会有淋巴水肿的问题，所以呢，现在我们对于如果临床上面看起来腋下是没有淋巴感染，所谓临床看起来没有淋巴感染，就是摸也摸不到腋下淋巴结，超音波看起来大概也没有感染，那这个时候呢，就适用于我们现在啊比较会鼓励做的叫做前哨淋巴的一个切片，那这样子的一个前哨淋巴切片以后呢，就很少会引起淋巴水肿。当然呢，就不会有这个淋巴水肿了，就面临到的一些困扰的一个问题。是，那请教一下周女士哈，据我们这个团队给我的讯息，你好像有接受淋巴的切除哈，请问你现在的手臂有水肿的情形吗？没有，其实我刚确诊的时候是有发现淋巴感染，所以那是以我看到的一些就是大家的个例案例，可能。淋巴有感染，可能到时候开刀的时候是需要清除的。可是我做了那个6次的化疗之后，我发现它就摸不到了。然后到开刀的时候，开完刀之后，主治医师告诉我只帮我取了前哨淋巴，因为其他并没有感染到。我觉得很开心，因为这样子我就减少了那个淋巴水肿的困扰。是。其实淋巴水肿是真的是很难处理，因为大部分都是不可恢复了，那还是有一些病人我们还是看得到。那请问一下邱医师，在复健上对这种术后的淋巴水肿有没有好的方法？我们的复健科的治疗的目标是希望可以减轻它的肿胀，可以持续的维持它的疗效，以及可以预防后续产生的一些并发症，像是蜂窝性组织炎或者是皮下组织的纤维化。那我们目前的复健科的治疗的方式分2个时期，第一阶段是以消肿期，第二阶段是以维持期。那消肿期主要是包括皮肤的照护，希望尽量可以维持在保湿的状态，那再搭配一些治疗性的运动，徒手淋巴引流以及弹绷的加压，
可以比较有效的达到消肿的效果。那等消肿了之后，我们就进到第二期，就是维持期。那一样是要保持皮肤的照护，要搭配一些运动以及适当的徒手淋巴引流，然后持续的穿戴压力衣，就比较有效的可以维持淋巴水肿的状态。那如果等受阻阻塞的一些淋巴血管被打通了之后，我们也可以适度的加传统复健的一些循环加压器，也可以有效的维持淋巴水肿的状态。是，那请教一下周女士哈，你在整个疗程中有没有特别补充一些营养品啊等等？因为本身有点缺铁性贫血，就大量吃，就是比较常吃青菜，然后蛋白质的部分我就多吃一些坚果，然后多喝豆浆。还有我有多吃了奇异果跟那个百香果。我在六次化疗之后开刀到30次的那个电疗，我都觉得还蛮顺利的，而且我副作用也不多，就反正就像现在这样子，我就觉得其实我跟正常人一样，我都是正常在上下班这样子。很感恩团队。对，其实周女士做了非常好的示范，因为确实有一些病患他会有缺铁性的贫血，那铁在我们自然食物最丰富的来源就是深绿色蔬菜跟一些坚果类，可是因为植物性的铁质我们人体比较不好吸收利用，那有个小技巧就是我们饭后可以来一点维他命 C 高的水果，那借由这个维他命 C 帮植物性的铁质来转换，让我们更好吸收利用。那维他命 C 高的水果，除了柑橘类的话，就周女士常吃的奇异果也是非常的好的维他命 C 的来源。的确，透过我们多团队的这个合作，从手术疼痛的控制、复健、营养对我们的这个乳癌病患来做全面性的一个照护，不仅呢让他们恢复健康而且在生活品质上呢也有很好的一个改善。今天非常谢谢大家的一个分享，更谢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